奇怪哦。所以我讲你啊，你晕车的时阵，迄体力，嘛唔知一天变得体力足透支的哦，足奇怪。同学，你若迄晕车的人，你敢有种感觉？伊要晕车的时阵哦，腹肚会向腰起来哦，然后你腰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血糖会翻低，你唔知啊？翻低了，你就想要吐。138你买新车哦。我是啥小啦？对，无啦，我这是侧面的，我这是爱看这边啦。我看这边。嘿啦，这都老小的吼。会吼，恁同学拢，所以你若讲老新车，你就知影。对啊，当然啊，你啊，但是我发现到，你若食较饱的，啊，不要吃液体的东西，你会较耐戆哦。啊，但是你若食伤侪水，嗲笑笑，愈紧戆。对啊，这个对啊，因为恁爸有这个像，你也直接去都给用检举掉，啊，咱是惊这边的啊。他那个设计不良。对啊，啊，但是你若讲是咧塞妈祖大桥了，你就感觉安尼才是对，你变成你落来时边啊，向车你会去向冲出来，你知道？